欢迎收听中华圣母会主日福音分享。2021年7月25日，一年上年期第17主日，约望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15节。那时耶稣过去加利利亚海的那边岸，有一大群人对耶稣去，因为他有看到他医好病人的奇迹。耶稣上山了后，就跟他的门徒做伙坐伫遐。犹太人的庆祝，就是逾越节，已经得要到啊。耶稣抬头看到一大群人对这行过来，就跟腓立比说，咱要去对位买饼来给这些人吃呢？耶稣这样说，是要试探腓立比。耶稣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，腓立比应耶稣说，就准做买200块银的饼，也无够因逐个人食一嘴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满彼得的阿兄安德烈讲，遮有一个囡仔，伊有五块大米饼，搁两尾鱼仔。毋过有遮尔济人要食，哪有够呢？耶稣讲，恁叫因拢坐落来，就安尼，众人就拢伫遐个草埔啊坐落来，敢若查甫人就差不多有5000人。耶稣把遐个饼摕起来，祝福佮感谢了后，就分予坐伫遐个人，鱼嘛安尼分予因食，又在大家食，因拢食饱了后。耶稣甲门徒讲，甲食剩落来幼沙仔收起来，毋通拍算。因就甲众人食饱了后，所剩落来饼沙仔收起来，堆伫12个篮。众人看到耶稣所显的奇迹，就讲：这个人真正是迄位要来这个世间的先知。耶稣知影因要来强迫伊做国王，就家己一个退去山顶啊。福音分享：圣经中五块饼佮两尾鱼啊，这个奇迹大家应该拢真熟啊。伫今仔日的福音中，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对伊来到一个山顶，伊刁工问腓立比讲：“咱敢会使去对位买饼予遮个人食呢？”腓立比老实甲耶稣应讲：“这哪有可能呢？人遐尼济，咱哪有遐济钱去买饼来予因食呢？”而且，这阁是伫山顶，哪有可能买着饼呢？伫遐有一个囡仔，可能有听到耶稣甲腓立比的讲话。迄、那个囡仔就甲伊放伫袋仔内的食物，五块大饼，阁两尾鱼仔，拢总摕出来，交予安德。虽然安德想讲，这一点啊食物是无可能分予遐尼济人食，毋过伊嘛是把遮个食物交予耶稣。福音有写讲，耶稣原本就清楚伊家己要做虾米代志。耶稣摕着5块饼，佮两尾鱼仔了后，有可能感觉
淡薄仔安慰，佮甲迄个囡仔塞一个目尾，多谢伊个大方，甲伊家己所有个食物，拢总摕出来交予耶稣，要分予众人食。无得卡，耶稣嘛甲腓立比甲安德塞一个目尾，意思是甲因讲。恁毋通无信心，恁着相信我，嘛着相信天父。耶稣嘛有可能看遐个坐伫草埔仔个群众，伊个心因为怜悯众人，来甲天父祈求，请天父照顾伊个人民。耶稣甲这五块饼甲两尾鱼仔祝福了后，叫门徒把这些祝福过的食物分予众人吃，煞予超过五千个人拢食甲饱，还阁有剩十二篮的饼油啊。仁慈的耶稣，毋但关心众人的病痛，来甲因医治，伊连众人的腹肚嘛拢有照顾着。阁予因食甲饱饱，这就是咱的耶稣。伊是照顾人真周全的耶稣，伊是知影咱所有需要的耶稣。主所听的你，你听到今仔日的福音时，敢有想过，你是故事中的对一个角色呢？你敢是加食物？拢总摕出来，交予耶稣的迄个囡仔。无得卡，伊看到耶稣的时，有感觉耶稣在甲伊叫。虽然伊是一个囡仔，毋过伊的心有予耶稣感动着。伊嘛要和耶稣共一个国。要和耶稣做伙，所以伊把伊所有的一切拢总摕出来交予耶稣。也是你就是腓立比，也是安德勒，因有即摆经验了后，有可能灵感若拄着代志，因无敢若考虑着现实的状况。也是因所看到的，也是因所感觉的来做决定。无得卡，因后摆会做任何代志以前，拢会先祈祷来祈求天主的祝福，甲无可能的变做可能。也是你敢是遐个群众中的一个，敢若想讲耶稣会予我日用的需要。佮配合我的意思，做我的王，就亲像伫遐食甲饱的人共款。今仔日的福音中，所有的人拢有看到耶稣，也是有听到伊的声。毋过，有几个人因为安尼来改变因家己呢？主所听的你，咱想看卖。无论咱是今仔日福音中的什么人物，伫咱看到耶稣、听到耶稣了后，咱敢要让耶稣来甲咱改变？伫今仔日的福音中，你敢有感动？自今仔日起，你敢愿意改变你家己？